清明节可以为祖先做什么？清明节是华人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，主要是祭奠亡故亲人与历代祖先。这天，我们除了扫墓祭拜之外，佛教徒可以以亡者的名义做任何功德与善事，布施、供斋、为亡者受戒、关怀他人等善行，并将所有功德回向给亡者。其实不只是清明节，平时就可以将日常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亡者哦。